一夜，明日之后11月6日改版前夕狂欢夜，准时收看奈子姐明日之后直播。在这部影片留言，和奈子姐一起嗨翻末日狂欢夜，观看直播并订阅奈子姐，就有机会抽中明日官方所提供的买卡点数。抽奖同时，中奖人需在场观看直播，并及时回复您中奖了。同一人只算一次抽奖机会，还不赶快留言留起来！我是奈子姐，我们晚上明日之后狂欢夜直播见喽，大家拜拜。